不是投诉，是这样的啊，是人家官方就卖这价，就现在他们官方也卖这价，但是别人呢卖的已经就卖1300块钱了，就是官方还这价，你爱买不买？但是你要别人那地方买就1000多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啊？你们走，下路谁？下路带，谁带 ？White JJ。你不是我的兄弟，叛徒！你这个狗头人 ，AQ 平 A 平 A， 我征服者平 A 平 A 平 A，A 接红一 Q， 我打了。省着小兵吃不着啊，差不多了，耗他一波。抠一下，这波教你们怎么杀这狗头人。首先斩红怒啊。首先斩红怒，一般这种傻傻的狗头人，我们站在塔下，他一般都会打我们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打来，他居然不打了，没关系，这波平 A 点燃 W A 接 Q 闪现，哎呀我操！我给他换了好了，哎呀他没死，哎呀，狗屎运啊！剩个几滴血，我估计正好他剩了，剩个位数。运气比较好啊，狗头人，运气比较好，先去插个眼儿，别让他补刀了啊。但我们的杀人方法是正确的啊，虽然我们没杀了吧，他再 A 我一下就好了，他少 A 了一下，他只 A 了我一下，他就去补刀去了。如果他敢再 A 我一下，那么他就死了，差一丢丢吧。燃烧宝石。哎，可以啊，控波线啊！这狗头人还跑去中路去了，我们直接控线，这就相当于我们根本没亏。他十刀，我们18刀，控住这波线，我们4级，他3级，斩怒。先一上来红怒勾平 A 打反溜 A 接穿走，正好全打到抠一下，一上来抠一下 A 接打反溜 A 一走，下边就杀他。站他里边没关系，我本来想抠回血的，但不合适，最好是杀他的时候回血，直接双钻 E，A 接 W 溜接红木抠就死了这波。别装了，哥哥别装了，哥，摊牌了，哥。吃波塔皮。回家，我40刀，他13刀。到底谁是哥哥？他是哥哥。铁刺鞭，让你们看看我的鞭长不长。
你记得那鱼是哥哥，那鱼是弟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上来抽一下 A 接 W 流一过来平 A 接自编，这波其实我耗血没耗好，正常应该是一过来平 A 接个 Q， 然后 A 红怒 W 流再接平 A 再接 E， 能比这个我估计能多个200滴血可能。这波没玩好啊，直接红怒斩住，算了，直接我自己杀吧。那网上边不来，我自己直接杀。平 A 点烟 W 开大招 A， 一上来 A 红怒 Q， 别砸了！哎我操，怎么能砸这么多下？而且这狗头人为什么闪现时间比我快呀？我佛了。呀，出错了。哎，他启迪一空了，不是他闪现我才空的吗？我记得。还有个头。这波不能跟他乱打了，乱打我们打不过他，这狗头人。他已经有耀光了，并且他六了。上去吃炮车，咋了啊？这不能跟他硬打。哎，他这凋零时间真长啊！我十五的韧性哎，我十五的韧性，他凋零时间这么长。他上哪去了？韧性搁哪看？按 C。人没了，跟我俩塔下一站，看门狗，宁就是看门狗嘛。啊，宁，原来宁就是看门狗啊。那王八怎么不来帮忙啊？那王八，来人了吧？我看这个狗头人走位不对了，包女来了，他俩还真就打不过我。你上啊！你怕啥玩意儿了？他俩怎么不上啊？哎呀，包女不上，那包女上，我包女杀了。
那王八不来不好杀呀，这狗头人给我塔下战神了啊。是打皮吧，先回家，先出科学战斧。哎，不能回家，这波直接越塔来跟我越呀，兄弟呀，我都跟你说了跟我越呀，狗头人不好杀。我看看啊，1350加800等于多少？2150。差150多块钱，收一波兵吧。没事，先让这狗头人慢慢抠一会儿。我直接峡谷了吧，这王八也不帮忙，我们把峡谷打了，或者去一趟中路也行，打峡谷吧，打峡谷把他一线塔给他拔了，要不然这塔皮吃不着了。先别打，等他屁股漏。我好像刚好能吃到。哎，我刚好吃到。漂亮啊，这波再撞一头，漂亮，回家。升个11再回家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万一大招没好的话有点尴尬，先升个11。蛤蟆也能给鳄鱼回怒气，可能有些不够。差不多，破败不抽破败，抽右装啊！让人玩死了，这就是小代码啊！爱了爱了，这就是小代码，我操，三个残血。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猥琐呀？你啊！慢慢刷吧，把蓝打了。真是找不到机会呀，真是太猥琐了。
那你吧，非得端个杯。为什么非得装杯呢？你我不把你的野都给你吃了呀？上一波 AD 把大放了，这波直接越他塔，跟我直接越，不用都不用墨迹，就直接就越。这 ADC 在塔里边自己一个人，这就是个屁，直接就横着走过来。我随便你怎么秀没有用，你就送吧王吧，你就好好送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那狗头人怎么能没打过王八呢？不应该呀。这相当不应该了呀。出点魔抗，我搞个振奋。出个死亡之舞，加上一个蟹手啊，不对，我们不出死亡之舞，再把我们出蟹手，加上振奋，加上黑切，又有虚虚又又。正常这装备，狗头人打的王八不随便打。你像人吗？你看你像不像人？炮车兵算几个小兵？有人知道吗？是算一个吗？算了，我自己看吧，要不给我个3块钱，我能不要吗？不要白不要。哎呀，怎么连个助攻都没有呢？他辅助打人也不掉血，他怎么不出那个蓝莲汉的苦楚呢？我抢你个大鸡巴！我跟你说，我对鸡就难受，知道吗？我看见鸡就难受。你要怪，你就去怪那只鸡。我坠金了，没坠金，谢谢 close 的飞金，谢谢 close。 对了，大家今天亲密度双倍，记得把荧光棒刷一下啊，背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刷一下，清空一下。我只能刷兵了，我没办法。这野区里边都是我的，
投降了。哎呀，我跟这狗头鹰玩的脑袋直疼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人呐，辛辛苦苦补了十几分钟兵，然后投降了，我也不知道图啥，你说，哎呀，真是，我也补了那么长时间兵了。